好嘅。咁大家知道咧，我哋同一間叫 Lighthouse Global 啊，即係林康正啊，即係 Eric Lam 啊，林康正嘅堂大佬嗰個移民公司合作開嘅。咁原來佢叫我哋同佢仔講講啦。嗱，近日咧就好多人係憑藉住 BNO 去選擇佢自己嘅未來路程嘅。係 OK。你問我，我講梗係鼓勵你哋留港建港建，共同建設大灣區啦。咁但係咧，喂，從來都咁啦，呢個自由世界係嘛？而家有個咁難得嘅 offer。你一家四口會慳翻幾千萬啊，二三千萬啊！如果唔係投資移民啊，啱唔啱啊？咁啊，好多人都會過英國，但係好多人咧就會啊點講咧啊，即係不知從何入手啊！喂，又未必有親人喺嗰邊。咁佢哋原來有個移民安居計劃嘅，都係呢個 Lighthouse Global 提供嘅。咁啊，包括乜嘢咧？嗱，好簡單啦，代辦簽證，有啲朋友連 BNO 簽證都唔識嘅喎 ，Visa。抵英接待，你去英國接待啦，你去到嗰邊嘅係啦，接機啦，租樓買樓啦，開銀行户口啦，揀社區啦，登記醫保啦，揾學校啦 ，OK， 教育諮詢啊，房產諮詢啊，稅務諮詢啊，全部都有嘅，包羅萬有嘅。係，即係你甚至你開張電話卡都會幫你。係啊，登記 NHS 嗰啲梗係要啦，即係起碼你 settle 曬啦 ，OK， 啊咁。你收費可以問佢哋，我認為 very 好 reasonable， 好合理。OK， 嗱，大家留低個電話 ，WhatsApp 我啦，不如係啦，或者 WhatsApp 你先，或者 signal 啦，越走一條龍，或者你包括有啲嗰邊啲稅務係點啊嗰啲咧，一次過佢問曬，即係去到嗰度，跟住接你機啊，跟住幫你安排租樓、買樓啊。佢嗰邊有同事啊嘛，係啊。OK， 好，休息陣啊。